台南市完整之节，请主体妈妈洗脚红茶，最后再来一个爱的抱抱，画面相当温馨。百孝先，善为先，真的很好。还有那个防癌、抗癌、健康的，平常都是我妈妈在服务我们全家大小，因为传统家庭就是妈妈就是很称职的一个就是家里的守护神。啊，所以今天好险我爸爸也没空，所以就变妈妈来了，我才可以帮妈妈服务。台南市府城风干控干健康协会办理百姓好卫生的活动麦日第六冬，今年第一摆来到东区中学国小，由区公所议员郑志杰兼在地企业关职协办，同工除了宣扬风干健康观念，也要替长辈洗手洗脚、抓冷放茶，扭紧家庭之间的距离。打妈妈、打爸爸，天就要地好吃。打工啊，真的我爱你，因为这一个非常感性。所以我们立这来办的时候，讲到这一句话的话，父母亲跟儿子的话就会抱在一起，就会感情的一个流露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。活动将在五月四号登场，主办单位安排多多精彩表演，加现场体验活动，欢迎市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。到底地母亲节共享天伦，咱们新闻快快彩虹报道。